没有聊世纪，天天中心。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马来人对上波斯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现在介绍一下马来人。马来人的最大特色是他生时代速度是游戏里面最快的文明。那马来人的生时代呢，他的时代效果可以让他弥补一些经济上的损失哦。因为马来人如果没有打海的话，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那如果他生时代生得快一点的话，就可以让他生时代的时间少一点，就意味着村民也可以多按一些。那马来人除此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半全能型的文明。那为什么会说这样讲，是因为虽然他没有三级马凯跟二级马凯，也没有这个品种，但是他的大象呢，帝王时代点下精锐毛象夫之后非常的强悍，所以他在后期也是可以用马厩单位的，虽然不是骑士，所以我说一说他是半全能型，是这个原因。那他的强弩呢，有拇指环，也有三级色，工兵铠甲也是全满的，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他的步兵单位呢，还有免费的步兵铠甲会自动升级，那到了后期也可以打这个强制增兵，双手剑兵就不需要黄金了，只需要肉类就可以生产，所以步兵、工兵、骑乘单位他都是能打的。所以马来人来说，他在比赛也是一个会蛮常看到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看到波斯人，那波斯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工作城镇中心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而且他后期的波斯战象也是大家所知的，非常的凶猛。那到帝王时代也可以点下萨瓦骑兵的升级，萨瓦骑兵的话，工兵铠甲比游侠还这个比远防比这个游侠还多了一点。那波斯人后期呢，也可以打波斯工兵不需要黄金就可以制造工兵出来，也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总体波斯它最大的特色呢，还是这个城镇攻心的工作效率的加成，这个 TEC 运转速度够快，自连生时代也会有加速效果。所以波斯人呢，是很适合喜欢开农型的玩家去选择一个文明好，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地图的部分。那么先看到地图的部分，波斯人是右边有这个黄金，下方有果汁那上方有石头，看起来地图来说并不是非常好，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黄金左边在外露，而且两块附近都在里面虽然黄金在里面很 OK 但如果这个金被控的话就会有点致命了可能会直接瞬间秒杀。所以如果对方如果可以直接深入到这边直接插一根塔，那他势必就要到外围去到处挖黄金会有点糟糕，而且要围家的话也不太好围。那个地图分数呢大概只有二三十分非常低分为什么还有三十分，是因为它的金矿跟果子在后面好，那来马来看一下了，马来这边，马来这边的石头在后方，黄金在前方那还有果子牧区看起来还 OK， 这边有个木头挡着，稍微要小围的话也 OK， 但是跟波斯一样都是有一个大范围的面积都是空旷地形所以要围死也是非常困难。好，那两边准备升到封建时代，那看起来波斯是比较惨一点的，马来至少还有一块金在后面虽然主金在前方，但也是二三十分这个分数地图都差不多蛮平衡的我觉得好，那看到马来这边是两棒棒开始往前，落马也往前这边是要打一个二棒棒骚扰战术要看一下这边的秀操作会怎么秀呢。好，直接被暴打两拳，第三拳说明这个拳套伤害很高。好，后方落马先集火一下，把残血先拉走。OK， 骚扰到这边吃果子的效率，这个就是马来这边两棒棒的骚扰目的好，这一村可能会死残血的会被收掉，落马还在继续输出，落马没解决，村民就会被追上，死去。首发是由马来拿下的。OK， 这两只棒棒又要把这只残血的村民给打死了，差一点点。OK， 目前看起来波斯被稍微干扰到了一点经济落马按两只，但村民开始断了为了按落马断村。好，三只落马过来回救一下。好，把残血的棒棒收完。OK。好，二棒棒上去之后，马来这边开始把自己家里围起来，开始要来做防守，枪兵开始按，农田继续撒。好，这边棒棒不是棒棒，枪兵要小心一点，有空好。
好，那看起来肉马部分是被吉杀掉了，马来这边残血的肉马应该是被波斯一开始的肉马给吃掉了。现在波斯慢慢展出了工兵开局往前压，黄金开始补下了。好，这边围得很好哦，资源点都围好，但这边工兵只要一过来可能就没有用，所以待会马来可能还是要下个射箭场去反制一下工兵哦，不然资源点都会非常危险。好，工兵过来直接在这个宅口开始骚扰。好，枪兵也是用枪兵进行反制，枪兵戳枪兵，哎呦，戳到了一枪，后面有两只肉马想要抓掉工兵，肉马过来救一下，工兵往前射，把这只枪兵给射掉。哇，细节细节，这一把意外多的有点细节。 OK， 好，射箭场赶快补。好，赶快按毛兵，这里肯定是按毛兵的，不可能按工兵哦，因为他没黄金也没有黄金，待会黄金还是要挖一下。那他为什么要撒这么多农田啊？他这边是想要树上城堡时代啊。他这样的一个经济配置的好处哦，出肉马或者是出这个毛兵哦、枪兵哦，压力会更小一点哦。那确实啊，现在这边军营不断枪兵、不断毛兵是可以做到的。但三时代来说，它也是需要黄金的。这边黄金矿至少拉个2到3寸哦，去挖下黄金会更好一点。OK， 波斯这波强军是打得非常强哦，封建时代基本上是直接 all in 的，按了5只肉马，枪兵一直没断，一直往前推。这个军事有点猛。OK， 又射掉2只枪兵，哇，波斯这里有点控的不是太过来啊。好，前方牧区又回去伐木，波斯应该要利用这个机会哦，继续骚扰这边才对啊。但是现在对方转出了毛兵来了，待会工兵过来骚扰也是可能效果有限。好，那波斯点下一级农田，准备来补充经济吗？欸，这里补一级农，哎呦，还有意识到自己农田快没有了，哇，很细很细。OK， 工兵再次过来骚扰，这次有配带枪兵。后面工兵跟肉马绕了一圈，啊，还在继续骚扰牧区哦。波斯这边赚到了一些甜头，还不错。等后方过来支援的工兵被拦截，哇，枪兵加上毛兵直接解掉这一坨兵啊！没想到最后波斯还是被解掉了这一波压制。好，这里想要回家，后面有对更多的工兵过来。好，继续控这个牧区，但这个牧区现在有毛兵了。好，有一级射程还不错。好，升到城堡时代，马来这边时代中 up 了上去了。波斯这边还想要继续前压，看能不能打到一点东西。但是毛兵伤害实在太高，瞬间解掉2只枪兵。这只工兵再往后拉扯一下，3只肉马继续往前。哎呀，直接收掉所有的工兵，厉害了！马来这边工兵控得非常好哦。OK， 马来人这边点下了城堡时代的升级，这里补下了一个修道院，马上要来出这个老头去捡生物。对方这么多落马情况下，转老头其实是挺有风险的，看要不要先转出一些骑士哦，去挡下这边的工兵啊跟落马的骚扰。哎呦，这边工兵本来也要抓到盖城镇中心哦，慢了一点。好，这边直接剩的是护卫技术，看来马来要直接打长剑兵了。剑兵开，马来打剑兵的优势哦，就是免费的步兵装甲，成型速度非常快。好，毛兵解掉所有的工兵，剩下2只肉马。右方工兵也在骚扰当中。哎，结果我转的不是剑兵吗？他转的是大象。OK， 马来的大象在这个时间点，我记得是7折优惠啊。7折大象，哎，是7折吗？还是减？我记得他减蛮多的啊，好像最多可以到6折吧，非常有折扣的那种。好，这个大象完完全全追不到小公。
对啊，现在是七折，然后到了帝王时代是六折，那我没记错。这个世纪帝国的一些折扣，有时候都会记太多，就会有点搞混了。马工找想一下，射出来，炮反制回去。左边的马工也在骚扰。哇，波斯转马工哦，波斯马工策略是近期哦很夯的一个。自从道特，我们影片上面有看到道特用马工哦去打这一招，我发现越来越多人哦也在用这一招了。真的只能说道特是我们的战术大师哦，他真的会开发非常多的战术啊，有些战术真的是有点那个啊，但是他大部分的战术使用起来，在这种 S 级职业赛事里面哦，还是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哦。像是波斯马工也是道特，他是我比较早期看到他在天梯上打的一个战术，好像其他玩波斯的比较那时候比较少人会这样打，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波斯玩家哦。好，开始在用波斯城堡时代马工策略。那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波斯马工策略有什么优势哦。最主要的优势哦，是因为它在可以在城堡时代研发安闲战术，让它的远防多一哦，近防多一，而且对长枪兵的伤害哦加四点。所以它这个打法呢，可以配上自己的波斯战象或是骑兵单位进行反制哦。因为波斯它在城堡时代也可以产战象嘛，但战象很怕老头跟枪兵。那如果你是打马工的话，不管是枪兵或是老头，你都会有效的去解决对方这两个反制单位哦。因为老头是九射程嘛，你只要多走三步，六射程的马工哦就可以进行反制了。那长枪兵的部分还有安息人战术，射一大堆的枪兵也是快速可以解掉的。哇，结果波斯这边投石车操作失误，直接被解了两台，小亏。好，再打个一发互换。OK， 这一盒一换一换二还一换三了吧？还是一换二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个马来人哦，这边投石车换得非常好。哇，波斯好像控不太过来哦，投石车一直白给，感觉马工手速控制的要求太多了。好，波斯这边拉了一些村民到左边，后面有两只天空熊在追逐。天空熊在劝架，哎，别打了，别打了。哎，这两个天空熊很可爱啊！啊，天空熊要不要理一下？不理天空熊，想要盖堡，但是马来先盖了一根堡，波斯不能盖。哇，天空熊还在追。这两只熊也太可爱了吧！哇，弩炮串烧，一穿三，马来表示爽得要命。看来你的大招被我压制回去了啊！天空熊处理一下天空熊吧，天空熊太过分了，真的不理。哎，难道这已经变成波斯人的宠物吗？波斯新宠物，好，原来是斯拉夫人啊，我还以为是波斯人。好，再打个一发 ，OK， 没有预判到。好，天空熊终于被村民给全击解决掉了，拿拳套打熊，厉害厉害。好，那马来人这边点下帝王时代，哇，升级速度超级快，只剩下一分钟了。好，撒一些高打低反击回去，来射一下。好，投石车开始往前。哎，小心城堡盖好了。哎呀，波斯这边控兵好像一直有问题哦，不是控得很好，这里肯定要再损失一台。对，哇，四台投石车就这样没了，波斯这边血亏。好，那神到帝王时代的马来人会怎么打呢？打一个步兵单位吗？还是要打大象呢？我们会看到波斯战象对上马来的折扣大象吗？这个大象的耻辱对上大象的顶端，好，这个对决会不会出现啊？因为马来人来说，他是这个大象国里面来说是最弱的一个文明，但是他折扣来说是最弱的啊。
毕竟没有二级马凯，也没有品种，他的防御跟血量都是偏烂的啊。那其他大象文明都有这个防御啊，或攻击力，或是抗招降、抗额外伤害，或是对之类的加成，但是马来是完全没有，而且反而是减少的啊。还有这个，但是还有折扣上的优势。那波斯战象呢，是所有战象里面哦最厉害的战象，大家应该也是一致认同吧啊。波斯战象强无敌，而且现在改版哦，打建筑物伤害从8点变成30点，增强了3倍以上。好，马来直接转出爪刀勇士，高速骚扰后方村民。哇，爪刀这波打得很好啊，虽然基本伤害很低哦，并不是非常痛，只有7+1的伤害。好，但数量一多还是很好解决，而且爪刀勇士这个单位哦，每按一只哦，要按两只才会占一个人口。所以马来人可以爆出更大量的步兵哦，进行前压。那在帝王时代初期哦，爪刀勇士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毕竟爪刀这个单位是马上就有三级的步兵铠甲，防御来说可以有效抵挡城镇中心的伤害哦。虽然它只有30滴血，但城镇中心基本伤害是5哦。如果它没有升弓箭射程升级的话，怎么打都是一滴血。但是他现在升2点的话，就是一发3滴，应该还是可以秒杀一下这个爪刀勇士。OK， S 打掉，原血量太少。好，正面的城堡波斯城堡被拆掉了，但波斯也顺利升到了城帝王时代。那帝王时代升上去，波斯这边要思考是对方已经在打这个爪刀勇士了。要继续转马弓吗？还是要打骑士哦？那我个人认为哦，遇到爪刀勇士的情况下，打马弓也是 OK 啊。那我个人会更喜欢转一些骑士出来。那为什么要转骑士哦？最主要是因为骑士比较好能扛住正面的伤害啊。那你要转长剑兵也不可能嘛，毕竟波斯没有双手剑兵。那你要一个正面开坦单位的话，不是战象就是骑士。但骑士比较能对得上这些爪刀勇士哦，到处乱窜的一个问题啊。而且现在萨瓦骑兵比游侠升级还要便宜哦，所以这边鬼转一波骑士，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差的选择。好，投石车砸个一发，哎呀，砸到了非常多的爪刀勇士哦。好，当然爪刀也是第一时间打了几只去解掉了投石车，前线马来的压制。好，看一下。哇，这边马弓看起来又被挤掉一些数量喽。哇，剩20只，而且有一些都残血了。好，那目前波斯的阵地只有下方有一根城堡，这面完全没有城堡是很危险的。待会这个农田可以低调，在这边盖一个堡，做个防守，感觉会不错。好，后面波斯中点下安闲战术。哇，帝王时代踩点安息人战术好像没有把波斯特色给打出来，可能他也认为刚刚那个情况不需要，虽然确实也是啊，确实刚刚那个情况不需要安息人战术，人家没出工兵单位哦。好，那这边是转出了更多的爪刀勇士，开始往前爆。好，但是爪刀勇士毕竟还是步兵单位，遇到弓箭手还是损失速度很快。但是只要能贴近弓箭手的话，也可以高速解掉弓兵的铠甲。哇，这边马弓数量下降掉了一些，还有20几只，但还好主力的数量还存活着。好，这一波爪刀有点送掉了，其实打得不是很好。好，那左边的部分看到又盖了一个新的城堡，想要来开始进攻左半边的城堡的问题。好，巨型头11在哪呢？哦，在后面哦，没有继续往前。他是想要给波斯机会吗 ？OK， 波斯的火炮出来，可能是压制住了巨头，所以巨头没有先往前。马来打的算是谨慎型玩家，打的偏谨慎一点。好，波斯下方巨头在拆除。那目前主力的马弓有点难解决。
但波斯的马弓缺点就是手很短哦，只有六射程，然后攻击力也少一点，毕竟少了三级射哦，还是差蛮多的。好，巨头架起来，看能不能打到后方的火炮。哦，还好有移动哦，不然好像要被打到。好，后方找到继续骚扰，也有少量的马弓在后面。那目前黄金上来说，波斯要赶快把这个金给夺回来，还有上方这一块金哦，这两块金是他最后的救命金了。这个金再控不回来，就真的要 GG 了。好，左边有点控不太下来，点下了三级的工兵铠甲，还是这边直接鬼转波斯工兵，省下资源。不用黄金的工兵其实也蛮好用的，拿去骚扰也 OK， 反正工兵送掉也没差，毕竟不用黄金哦，送掉了也不会心疼。好，上方城堡决定放弃，改往下打。马来人这边则是转出了战矛兵的三级之后，工兵铠甲也是一直狂按，想来直接反制正面的战矛，正面的马弓啊。那如果我们刚刚说波斯刚刚那边转骑兵的话，也可以有效打击对方的爪刀跟后方的战矛兵哦。所以这个兵种搭配哦，其实要及时转出来，用单一兵种打到后面会越来越亏哦。直接手撕城镇中心，这我们不给尊重哦，后面马弓，好。打工后面直接被包夹一波，数量直接开始下降，完蛋了，再一波波斯要凉了，这个没有控好。这边战矛兵还遇到了马弓的主力部队，三线进攻。好，这里马弓反击回去，战矛兵伤害没有非常的优秀。三巨头继续拆，马来还在防守，下方有少量爪刀抓掉村民。马弓跟战矛打，战矛肯定是会跟你对 A 的，肯定是开心的不得了，继续射没有关系，战矛跟你换。哇，不要再用马弓去挡了，看得好痛苦啊！我靠，这里超多爪刀直接抓掉这前面的四巨头。投石车加上爪刀，爪刀去扛住城堡的箭矢伤害，投石车往前瞬间解掉了四巨头，波斯800金就这样没了，黄金这三块还在前方，没有办法拿回来。 OK， 但是肉马的效果开始出来了，马凯终于升级好，好砍巨头还 OK。这两只爪刀居然解掉了魔法，不知道这兵砍多久了。好，后方马弓有点被拉走，这个爪刀直接上前解掉了，看起来波斯有点被玩弄的感觉哦。虽然波斯现在有四生物，但是也被打掉了，虽然靠黄金刚刚可以过一段时间，但长期断金还是会自习室死亡的。好，这边转出肉马之后有效对抗对方的战矛兵，这边村民也是被暴打一波。好，早班转骑兵了，前面要是早点转的话，这边可能还可以拿得下来。但马来这边控图真是控得很好，这边黄金控下来之后，只要让波斯打到没黄金，基本上就十拿九稳了。而且爪刀勇士实在是很便宜哦，每一只只要十块钱黄金。我记得以前爪刀只要五块钱哦，它是有涨价之后的。以前遇到马来哦，第一个印象就是爪刀勇士啊，现在还不一定呢。
已经从5块涨成10块了，是涨了一倍的价格。好，这边补下了强制征兵。这边生物没有再补一个新的修道院吗？哎呦，就在后方。好，走到继续往前。这边攻防战，波斯看起来是越打越穷。哇，现在波斯的城堡只剩下一栋了，但是黄金要不要考虑投资一下，点个波斯工兵呢？毕竟波斯工兵打爪刀勇士还 OK 哦，没有到非常差，至少不用黄金了。哇，木头超爆量，波斯现在还130寸，点下大落马的升级。OK， 城堡被拆掉，最后一根城堡在这。后方这里转出更多的枪兵，想要去阻止大罗马的进攻。枪兵已经升级好，大罗马过来直接蒸发。好，马弓努力阻挡这根城堡的建立，这根城堡还有 66%。哇，这边射起来看起来不太妙，城堡已经被建起来，马弓还在城堡上方开始射，不太行啊这个打法。好，直接拉走。好，这时候马来打了一个 GG， 但是波斯还没有想要 GG 的意思。波斯觉得他还有翻盘的可能性。但波斯他认为他有四生物，要狙击的是你，而不是蜜呀。不服输，不服输！这个波斯有点像我，我打天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死不服输啊！除非他把我毒根了啊，那我就投了。好，马来看到对方没有想要投降的意思，转出了马凯还有平这个什么跟踪技术。你是要打大象的意思吗？马来打落马肯定是打不赢波斯的大落马的啊，所以他升骑兵铠甲这一刻他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 Elephant。 帝王的 Elephant 拥有6折的效果。哎呦，这边安息人战术打枪兵效果非常好啊。 Nice nice， 高速解光。好，巨头慢慢拆除外围建筑物。波斯不屈不挠，私生物又再次运转了起来。好，黄金一直往上跳，很香。好，要不要转下波斯工兵呢？哦，他没有研发好，也没有城堡了，他看起来不可能看到波斯工兵了。 OK， 那3台火炮进行防守。火炮是在防哪里啊？没有看到火炮。好，这一波大战，枪兵往前，阵容兵直接后方攻击后方的马弓。好，火炮在家里啊，没有出来。好，正面的枪兵非常大量，直接戳爆正面的大肉马。马来人点下了精锐毛象夫。哇，按了这么多只，黄金只扣了一点点。马来的大象就是小个短袜，便宜了。OK， 毛象夫现在是12+4哦，伤害非常高。那待会 up 上去血量会破300多，我觉得是320吧。
哦，300哦，那是有品种的。OK， 没有品种的话是增加50滴血，基因锐伤害再加2。基因锐毛上夫登场，波斯怎么解 ？OK， 看不懂，就没有打 GG， 直接结束了游戏。军事方面呢是 1.33， 那经济方面是波斯跟马来两边经济是差不多的，但是波斯有4胜过，但是却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这个游戏呢，也不是胜物谁拿得多谁就会赢哦。这个战术跟反制，还有这个关键时刻该打什么兵哦，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游戏内容哦。你要适时的去转兵哦，才能打出更好的搭配哦，有更好的搭配哦，才能拿下游戏的比赛哦。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